的镜头，左前方，左前方，准备，第一产开工顺利，祝福开地平安，国泰民安。第二产动土平安，神威显赫，荣耀一方。第三产圆和吉祥，祝福工程顺利，圆满吉祥。现场来宾掌声鼓励。我们也请贵宾将金铲子与土堆上，也请李冰生帮我们收一下手套以及工程帽，蓝墙蓝色违规空间。好，现在有请左右贵宾呢，我们稍微左右靠近一点点，金赞比个赞哦，二赞赞。好，现在给我们左前方，左前方这边的镜头，我说彰化县政府喊三次赞，彰化县政府赞赞赞。好，右前方的镜头，交通部公路总局台中区监理所赞。好，中间有需要补画面吗？三次赞，彰化县政府赞赞赞。我们二零二零公狮子，狮子，我们。狮子，我们先从美好彰化新站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请说。今天真欢喜看到咱二零转运站开始来动土，而且感谢委员，感谢中央给咱啊到协助。啊，这一次呢，中央补助给咱2650万，啊，咱呢家己呢啊提出2100万哦，所以伊的总经费是4650万的这个经费哦。那伫只啊会造成咱的两楼，一楼呢是做咱的这个拍票啊单车啊，以及呢这个贩卖所吼，啊，和咱的这个乡亲二楼拢做咱的这个啊贩卖商业的一个这个行为哦，和咱民众要来单车也好，还是讲坐车转来也好，会使买一个啥物红面鸭个，还是讲会使当只啊啉只咖啡啊。放松心情，伫遮喺等咯。啊，最主要伊遮会使提供予咱市区3条路线，啊，咱外口入来9条路线，啊，甲1条咱的国道的路线，在这边能做转运，拢总有5个即个啊转运的一个这个车站吼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充电桩也会在这边设立哦。啊，就是希望完善我们西南角的一个交通。那除了我们这个转运站之外，我们在衔接我们的这个76线以及我们的这个61线的这个部分呢，也应该预计会在115年度来完工哦。那届时的话，进出我们二林地区也会比较方便。那另外我们有关于从园林西，就黏嫩的，黏嫩的，黏嫩，有粉，哎，游戏子好厉害，就黏粉，就黏住了嘛，就黏嫩的嘛，就黏嫩啊，黏嫩，打包尿。